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原地产欧文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将军澳南蓝塘澳的独立屋。这间 house 属于联排别墅。进入大门就是一个宽敞的门厅，可以摆放大型的鞋柜，并且连接着地下车库和楼上的客饭厅。上一层楼我们就可以看成非常宽敞的客饭厅，客饭厅外连自家的花园，可以种植一些植物。这个客饭厅超过500尺，空间非常的宽敞明亮。进入厨房有转角的工作台面，超级大的双开门冰箱，还设有咖啡机、洗碗机、洗衣机等电器设备一应俱全。再上一层楼，我们来到主人房。主人房空间宽敞，有弧形的落地窗，可以看见外面的海景。主人浴室设有浴缸和淋浴间，空间布局合理。旁边是一个亲子房，因为可以通过外面的小阳台连通主人房。走出露台可以看见漂亮的蓝塘澳海峡景观。这间亲子房同样的设有浴室，设有淋浴间。另外一间可以作为书房使用，整体的落地窗可以看见整个小区的内园景观，同样的也是有套厕和淋浴间。顺着楼梯来到顶层是单位的天台，天台方正宽敞，可以邀请亲朋好友来 BBQ 欣赏亮丽的将军澳南景观和蓝塘澳海景。